我刚出生就被封了皇后，原是为了给老皇帝冲喜，没想到他直接被冲走了，于是我又成了太后。帝后每天抱着我哄，太后乖不哭，太子老是抢我的糖葫芦，我一哭他便被皇帝拎到我面前认罪。作为后宫老大，我几乎都是横着走，看热闹撞上一个秀女。他横眉冷对，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我，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？你，我生来便是皇后，只因先帝的遗诏，大齐朝的后位，只能出身永安宅室，而宅室数十年来都没有女子降生，因此老皇帝已经年过四十都没有立后。听说我娘怀我的时候，大家又期待又慌乱，生怕又是个儿子。大约是幸运的，生下了个女儿。落地的一瞬间，早已等着宣旨的公公眉开眼笑，隔着帘子在床前宣读了圣旨。这一天我刚刚出生就被封做了皇后，听说刚宣了圣旨，宫里就传来消息说老皇帝驾崩了，于是我转而又成了太后，大齐朝最尊贵的女子。哦不，是女婴。满了百天后，我正式入了慈康宫，皇帝和皇后每天都来向我请安，他们请安的方式便是轮流抱着我哄，有时候会拿一个拨浪鼓，有时候是一串金铃铛，这些事我自然没有印象，都是后来听伺候我的宫人们闲暇时说起的。皇后李清瑶有一个儿子比我还要大上一岁，整个皇宫里人人都知道太后娘娘最讨厌的就是太子萧武，自我记事以来，这个小破孩时常跑来和我玩闹，就喜欢扮鬼脸，吓得我哇哇大哭。后来皇帝将他送去了皇子所，上午跟着师父念书，下午又去练习骑射。我抬头问姑姑，我也要跟阿武一样吗？姑姑摇头笑道，阿英是太后，自是不用的，不过臣会在慈康宫好好教导太后的。姑姑生得眉清目秀，是我在宫里见过最独一无二的女子，她是我五岁那年来到慈康的，听说是我的娘送来的，虽然只是个足不出户的教引姑姑，却好像知道这天下所有的事，我问她什么她都知道，朝堂民间的故事许多都是她说给我听的。那天起她开始教我念书写字，却不教我绣花女工，我听下面的小宫女说这些东西才是女子要学的。问姑姑时，她却反问我，那阿英喜欢读书还是绣花呢？我沉思片刻摇摇头，我都不喜欢，阿英喜欢糖葫芦。她扑哧地笑出了声，玉指轻轻弹了一下我的脑袋。我撇撇嘴，上次难得姑姑出宫办事给我带了串糖葫芦回来，那可是我见都没见过的好东西，刚咬了一个含在嘴里，就被从外面窜进来的萧武抢了过去。他大概是刚下了学，身后的小侍从还背着书袋，萧武好奇地抢过去，一口气吃了好几个，美滋滋地舔着嘴角的糖，还得意地冲着我晃，嘿嘿，现在是我的咯，笨蛋阿英。我嘴里的糖葫芦还没咽下去，瞪着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他，张了张口，糖葫芦就掉到了地上。我咬了咬嘴唇，下一刻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哭声响彻整个慈康宫，宫人们都传遍了，说太子殿下闯了大祸，居然抢了太后娘娘的糖葫芦。皇帝知道了，晚上就拎着萧吴来我面前赔罪。我坐在他上晃着腿，抽抽搭搭的瞪着地上的萧吴，他跪着还不老实，一双亮晶晶的眼眸幽怨地盯着我，在皇帝的威逼下才咬牙开口，孙儿知错了，以后一定给皇祖母赔上十倍。皇帝也弓着身子对着我行礼，儿子教导不严，请母后息怒。虽然不大清楚息怒是什么意思，但看见萧吴一脸幽怨挫败，我就高兴地拍手。这一年我五岁，眼泪还滑在眼角，流着鼻涕咯咯的笑。二，慈康宫的日子惬意快乐，有姑姑教我读书弹琴下棋，那些小宫女都喜欢围着我叽叽喳喳的陪我玩。某个艳阳天，姑姑还兴致勃发在院子里为大家表演舞剑，她一身红衣在阳光下挥舞剑影，发丝在她耳边随意飘动，是那样肆意张扬，仿佛这小小天地根本容不下她。我激动的跳起来拍手，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，众人都吓得大惊失色，我也傻了眼，没想到姑姑一个腾空纵跃，转瞬便来到我面前，将我揽入了怀中，稳稳落地。我从不知道姑姑的武功这样好，她一直没有表现出来过，若不是为了救我，怕是她会藏一辈子。听宫里的老嬷嬷说，前朝有位叫做陆一叶的女官，武功高强，才华斐然，只是大齐女子无法名正言顺的做官，历朝都有影卫，直属皇家，最受皇上倚重，这陆一叶就是影卫首领，还是唯一一位女首领呢。太后娘娘，宫里没几个人知道，您可不能往外说，听起来似乎很厉害，我想若是女子可以当官，那姑姑也一定是最厉害的女官。那嬷嬷仔细叮嘱我，我郑重地点了点头，拍拍胸脯，然后转头就去问了姑姑，姑姑，什么是影卫，陆一叶是谁？姑姑难得的蹙起眉头，她并没有问我是谁说的，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只是第二日那个老嬷嬷就不见了，我私下去问，宫女们都低着头不敢看我，统一口径说嬷嬷出宫养老了。我自是不傻，姑姑不愿意我打听这些事，她是除了皇帝皇后外我最亲的人，宅家的爹娘亲人，我只在宴会上见过几次，并不太熟，他们很激动地叫我太后，一脸骄傲，那个爹爹胡子拉碴，穿得金贵，还叮嘱我，宅英啊，你要好好坐稳这个太后的宝座，维护好宅室的百年荣耀就靠你了。我听不懂，每每如此也只是打个大大的哈气，困得要死。我只知道这世上皇帝皇后对我好，姑姑也是我最最喜欢的人，影卫的事她不说也是为了我好，我是小孩子，没两日这事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御膳房最近新来了个西域的厨子，做的酥饼一绝，我和太子争了好久，我吵得面红耳赤，最后他被迫孝顺，将厨子送来了慈康宫。近来姑姑很忙，总是不见人影，皇帝皇后也好像很忙，听说是前朝有个什么王，总是惹皇帝生气，我便也跟着生气。为了哄皇帝高兴，我特意给他送去了心爱的布娃娃，
那是八岁生辰时青瑶送我的，我抱着那娃娃睡觉，总是睡得格外香。抛去安慰皇帝，小宫女们教我玩起了翻花绳，坐在长廊下，外面的雨丝时而飘落到我的脸上，凉飕飕的。除了总是偷偷捉弄我的萧吴，宫里的日子每日都很开心。萧吴总是没大没小，叫我的名字，大多时候叫我阿英，生气了便叫我翟英。他捉弄我，我也有了招数。在他又一次揪我的辫子时，我跑去皇后宫里，一把抱住他的腿，哇哇哭着告状：“青瑶，你儿子欺负我！”满屋子都是轻轻的笑声。皇后一脸无奈地将我抱起来，命宫女给我擦去鼻涕和眼泪，这才摸着我的脸淡笑：“太后乖，不哭了。”三，入了秋，我便缠着姑姑教我武功。记得她以前告诉过我，她是有过一个徒弟的，武学造诣很高，称得上是个天才。我问她去哪了，姑姑也不说。我也想做姑姑的徒弟，比那个人还要厉害。她问我为何习武，我咬牙切齿，我要去揍的萧武满地找牙。姑姑点了点我的脑门，笑道：“阿英，你不明白，学武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及身边的人，维护心中正道，而不是欺辱他人。”她的话我听不懂，不过随着姑姑学了不到半个月，我就哭着喊停了。拉筋练骨疼得我发颤，姑姑教习严厉，每日要举着水盆在院子里扎马步，经常一个站不稳摔倒地上，一盆水都浇到我头上。几天下来，我的腿乌青一片，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。姑姑像是早就预料到一般，一边为我上药，一边道：“太后，这下认栽了。”我认命地垂下小脑袋叹道：“可是我想成为和姑姑一样厉害的人。”姑姑看着我，眼神沉稳：“阿英，你要明白，不是只有习武才能被称为厉害，只要你认真坚定地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，无论做好或者做不好，都是最厉害的人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过了年，我就满十岁了。皇帝和青瑶并不拘束着我，姑姑教我基本的礼仪，她的姿态优雅，气质清冷，走过来时行礼往往是如行云流水一般。今年和宫家宴上，我坐在皇帝的身边，尽量在王公大臣面前维持着端庄的形象，但腿够不着地，便随意在下面晃。下面乌泱泱坐了一堆人，依次向我以及皇帝问安。我听到下面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在议论：“那不是个小孩吗？怎么坐在那个位子上？”有人向她解释：“林小姐，那是当朝太后，莫要失了分寸。”那被叫做林小姐的女子好奇地长大嘴巴，又立即捂住，偷偷打量着我。姑姑不在我身边，每年和宫家宴她都不来，我身边没人管着。又见那位林小姐看我，觉得很有趣，就突然冲她做了个鬼脸，白眼翻上天，像极了画本子里的鬼。那林小姐扑哧一笑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就被身边的贵妇狠狠掐了一把，立刻低下头，不敢吭声。我闷闷地晃着腿，却瞥见萧吴对面的一个少年正静静地注视着我，那好像就是那个什么王，听说军功赫赫，近年来在朝堂上很冒尖，整日惹皇帝生气，嚣张得很。什么王来着？好像叫昭王。那少年生的俊美，明明年纪不大，一双眼睛却如潭水般深不见底，浑身散发着阴沉冰冷的气息。不知为何，我觉得他好像在看我，又好像没在看我，这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很不好。我便转头夹了一块炭烤羊肉，简直是一绝。我吃完了面前的，又想去夹皇帝桌上的，可一旁的公公吓了一跳，嗓子都要咳冒烟了。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放下筷子。皇帝注意到了我这边的动静，温和开口道：“太后可是有何吩咐？”我轻咳了一声，眼珠转来转去，落到了太子萧吴身上。他正在和身边的世家公子说笑，讨论着上次去狩猎的事。说起这个我就来气，我初学骑马，他故意跑到我前面，骑在马上得意洋洋，提着刚打中的野兔嘲讽我慢得像乌龟。他继承了青瑶的美貌，生了一副好皮囊，偏偏在我面前总是摆着欠揍的姿态。我一心追上他，还不小心摔了下来，在床上躺了十几天。萧吴还故意烤了野兔来我床前晃了一圈，满屋子都是肉香味。啧啧，好香，阿英想吃吗？我用力地吸了吸鼻子，很有骨气的偏头不吃。他倒好，直接叫人搬了把椅子坐在我床边，一口一个来尽孝，然后捧着烤兔一口咬下。我最记仇萧吴的账，我能记一辈子，这回年宴场子我可得找回来。于是皇帝问我，我便看着萧吴嘿嘿一笑。哀家瞧见阿吴桌上那道炭烤羊肉似乎不错，一时间气氛都有些尴尬，萧吴的笑容更是僵在脸上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皇帝立刻叫工人将肉给我端过来，他刚刚光顾着说话，炭烤羊肉也是刚端上去的，压根没动，满满一盘子都是我的。我心满意足地合上了手，冲萧吴挑眉一笑，眼里都是嘚瑟。阿吴真是孝顺的好孙子，他差点一口茶没喷出来，瞪着我咬牙切齿，却又无可奈何。四，生辰这日，姑姑为我梳头，她最近很忙，我竟有两天都没有看见她了。一旁的贴身宫女红莲一边挑选着我的首饰，一边笑道：“许是同姑姑在一起久了，太后娘娘的眉眼竟都有些像姑姑了呢。”我立刻趴到铜镜前仔细看，镜子里的人儿一双杏眼亮晶晶的，从前没觉得，许是如今长开了，发现真的有些像姑姑，只是姑姑的气质清冷，神情总是淡淡的。我爱笑，眼睛总是弯弯的，好像是哎。我扭头欣喜地去看姑姑，她无奈地将我脑袋扳正，专心梳头。等梳完了，她便将人都遣了出去，半蹲下身子，认真地看着我：“你呀，这样贪玩没正形，哪里跟我像了？阿英，你长大了，以后不能再使孩子心性了。这宫里看着平静，但人心复杂。阿英，姑姑不能护你一辈子，你得自己明白，要记得姑姑说的话，保护好自己。你心思单纯，不要总是傻傻地相信别人。姑姑近来奇怪，这样的话她常常说。这一回，她将我揽在怀中。”说了许多，我总觉得他似乎在交代事情，看我的眼神也充满了不舍。
事实上我的感觉并没有错，因为第二日醒来姑姑就不见了，她只留了一封字条给我。阿英，你要记得，这世上唯有你自己是最珍贵的，切记保重。她从前说过，最想要的就是快意江湖，凭天下不公之事潇洒一生。我心底难过，又觉得姑姑这样的人本就不该被困于这小小的宫院里，于是哭了几天便渐渐消停了。萧吾知道姑姑走了我伤心，竟然好心的给我送了一只鹦鹉，说是帮国进贡的，还会说话呢。他拎着这只鸟给我展示，没想到鹦鹉真的说话了。阿英笨蛋，阿英笨蛋。我满脸黑线，而萧吾却笑得停不下来，怕是嘴巴都要笑抽筋了。萧吾，殿内传出一声暴怒，响彻整个慈康宫。五，姑姑不在的日子里，日子过得很快，我终于快及笄了。听红莲说，女子的及笄之礼很隆重，更何况我是七朝太后，我心里总期待着能收到什么礼物。宫里要大选了，嬷嬷非说我要准备及笄之礼，不能去。我不喜欢这个嬷嬷，自姑姑走了以后，她老是教训我，张口闭口女子典范，礼仪章程，我听得快烦死了。好不容易偷偷溜出来，没想到刚好和一个秀女撞了个满怀。我刚想道歉，那女子就推开我，横眉冷对：“你是谁家的？这么不懂规矩？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”我也来了劲儿，鼻子一哼道：“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？”她大概是愣了一下，上下打量了一圈我，见我个头不大，又穿着个宫女衣服，差点笑出声来，随即对我翻了一个白眼：“哪来的贱婢，冲撞了我，居然还敢在这儿发疯？你要是现在跪下给我磕头，本小姐说不定会给你个全尸。”许多秀女听见动静都纷纷围过来，这也算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宫外来的人，心里都有些激动。我挑眉冲面前的这个女子一笑，看见不远处的萧吾和皇帝，便昂首挺胸的走了过去，压根不理他。你找死！身后传来咒骂的声音，人已经乌压压跪倒了一片，都在高呼皇上万岁，太子千岁。而我从一片跪倒在地的人群中径直穿过去，走到皇上面前。于是所有秀女都看到了一个震惊无比的场景，年过三十的青年帝王以及他身后的少年，居然向我这个小丫头行了礼。太后金安。我随手一抬，眉眼笑笑的免礼。刚刚还嚣张到天上的秀女此时目瞪口呆，表情都僵在了脸上，只喃喃了一声太后。皇帝刚让大家起身，他就直接瘫软在了地上。我大摇大摆地走到他面前，叹道：这下你知道我儿子是谁了吧？对了，你还没说呢，你爹是谁啊？我爹臣女。他吓得花容失色，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来话。我扬起下巴笑了开怀，手上玩着头发，偏头一甩转过身，蹦蹦跳跳的便离开了。嬷嬷听说了此时，回去又是一顿说教：太后娘娘，你如今也该稳重些了，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只记得红莲打听的那个蛮横的秀女当日便被打发了回去，哭得可伤心了，一想起来我便笑得开心。六，这几年大齐一直在和隔壁的永国打仗，其他两国也都乱糟糟的不消停。听红莲说，朝堂上昭王萧定权风头正盛，群臣为他马首是瞻，将陛下都压得没了威势，也不知道姑姑如今在哪，会不会被战火殃及。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，我的及笄礼来了，可不知为何却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，倒是盛大，宫里宫外来了不少王公贵戚，连我宅家的爹都来了。我娘缠绵病榻许多年便没有来，昭王萧定权也没来，说是在边关镇守，这几年他一直在打仗，我一直没再见过。宴席上还有一位客人，是永国的七皇子，他年纪约莫三十多岁，比皇帝还要大上些，长长的胡须，眼神精明，盯着我看，这感觉比曾经昭王盯着我看更加让人不舒服。齐朝太后着实不凡，本王戴安国恭祝太后娘娘千秋万岁，为皇家血脉开枝散叶。我眉头一蹙，不明所以，我生来就是太后，姑姑也说我此生是没有夫婿的，又何来什么开枝散叶生孩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皇帝和皇后居然都在淡淡笑着，并未多说什么。我期待了许久的及笄礼物好像大家都不约而同忘记了似的，只有萧吾在宴席后来慈康宫丢了一个盒子给我，那里面是一只金簪，吊坠是只兔子，精致可爱，触手冰冷。宫里华丽首饰不少，但大都是凤凰祥云等尊贵样式，没见过哪个簪子上挂着兔子的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那兔子长得有些丑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工匠雕刻的。晚饭时候，皇后李清瑶来了慈康宫，她近来很少出宫门，也很少来看我，原以为她是来祝贺我及笄的，没想到她却红着眼睛，好像刚刚哭过似的。清瑶是我的亲人，她这一哭我一下子就慌了，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只想着如何才能安慰她。李清瑶却握住我的手，一道清泪划过脸颊，柔弱美丽：太后，你知道的，永国和大齐在打仗，如今正在议和，永国七皇子到来正是好机会，但议和使团不能没有皇室坐镇，本应是阿吾去的，可陛下如今无力掌控朝堂，若是阿吾离开，说不定昭王会直接兵变谋朝篡位啊。阿英，李清瑶的眼泪落在我的手心，我有些无措，毕竟是第一次真正听到后宫之外的正事，齐朝只有萧吾一个皇子，昭王势大，清瑶说的没有错，如果阿吾去出使永国，朝堂或许真的会动荡不安。清瑶和皇帝从小呵护我长大，而我身为太后却不曾为大齐做过任何事情，姑姑也说人活着一定要去做有意义的事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，我得保护身边的人。看着李清瑶含满泪水的眼神，我忽然开口：我去。气，我随使团前往永国的那天，帝后在城门上送我都红了眼眶，我也舍不得他们驻足了许久，才戴上帷帽进了车架中。萧吾没来，说是去了西边巡查，我也奇怪，打小就讨厌他，如今走的时候他没来送我，
我心里觉得气恼，暗暗下了决心，等回来以后我定一个月都不跟他说话。使团就这样浩浩荡荡出发了，带着许多黄金珍宝作为访问的资本。我第一次出宫门，高兴得不得了。红莲陪我坐在车里，也跟我一块探出头去看外面的世界，原来是这样的，百姓来来往往，还有几个小孩在追着一个卖糖葫芦的老爷爷。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忽然想起来小时候姑姑出宫给我买的那串糖葫芦，还被萧武抢了过去。我想叫人停下来去买，但使团的仪仗严肃，大家都在有条不紊的行路，周边的百姓侧目关注，我也只得作罢，想着回来定要买一串。可惜我想错了，使团到达边关休整时居然被直接扣下了。拦路的是镇守边关的昭王萧定权，扣人的理由荒谬离谱，居然是要为太后更衣打扮。自始至终萧定权都没有露过面，都懒得理我，直接让手下带了侍女将我关进房间里换衣。我不明所以，直到侍女从使团行李中拿出成套的大红色婚服，我当场就傻眼呆在了原地。这时我才知道，这根本不是什么义和使团，而是和亲使团。我觉得那一瞬间仿佛五雷轰顶，整个身躯都是麻木的。那些丫鬟婆子控制着我，扒去了我原来的衣服。红莲哭着扑过来想要护我，却被一个力气大的嬷嬷推到了一边，还磕到了脑袋。我吓得浑身发冷，眼泪一串串的掉，撕心裂肺的挣扎，却在推搡中被人打了一个耳光。这是我十几年以后第一次被打，也是生平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羞辱。有个嬷嬷冷笑道，你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太后呢？不妨告诉你，皇上就是要把你送给永国那个50岁的老头子，你就等着老死永国吧太后。我嘴里被塞了棉布，脸被按在桌子上，硌得生疼，呜咽的哭着。皇后临走时的眼泪，皇帝的许诺，这么多年的呵护都是假的，所有人都在骗我。我忽然想起姑姑说的话，阿英，姑姑不能护你一辈子，你得自己明白，要记得姑姑说的话，保护好自己。可她不在这里，没有人能护着我。我心下一冷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猛地拔下头上的金簪，正刺中那个嬷嬷的肩膀，她嚎叫着松开我。我立刻退到角落，将胆怯深深藏下，冷冷地注视着周围的几人，双手举着金簪，时刻警惕着危险。一时间人都吓得退开，那嬷嬷龇牙咧嘴的捂着流血的伤口，不可思议地瞪着我，太后你疯了。我也顾不得害怕了，一边举着金簪，一边退到门口为自己找退路。然而刚打开门，却有一只大手紧紧地掐住我的脖子，身后的人跪倒在地参见昭王殿下。我抬起头，正对上一张冷淡如冰的脸，带着战场中人的杀伐之气。他原本神情是厌恶的，见到我的那一瞬间忽然眼睛一亮，阴翳似乎被一扫而空。师父，他轻声开口，而我僵在了原地。爸，萧定权跪在地上，拿着毛巾小心翼翼为我擦拭着脸上的以及手上的血。师父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他的神情温柔的有些诡异，让我心底有些发毛，好像刚刚冷漠下令处死房间内所有人的不是他，他认错人了。某一刻我忽然就想起了姑姑说过的那个徒弟，似乎是叫做定儿，而我的眉眼很像姑姑。我心中燃起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此时此刻也只有萧定权能救我。定儿，我试探着叫出了声，跪着的人身躯忽的一僵，一股欣喜激动从他的眼里浮现，他忽然抱住了我的腿，将头靠在我的膝盖边，我吓得差点跳起来。师父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，你不会抛下定儿不管的，他的语气高兴得像个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忽然有人在外急促敲门，王爷，太子殿下闯进来了。我心中一惊，萧武怎么会出现在边关？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萧定权忽地站起了身，似乎又恢复了冰冷，他径直走到门口，还没等那侍卫再开口，竟然一刀划破了他的喉咙，你该死。而萧武也在这个时候火急火燎地闯了进来，满头大汗，见到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他的双眼泛红，眼底也是乌青一片，显然好几晚都没有睡好。使团出发已经一个月，他却能这么快追上来，定是日夜兼程的赶路。阿英，你没事吧？少年熟悉的身影让我鼻尖一酸，我后来才知道萧武用刀抵着脖子，才逼迫守城将领开了城门奔赴边关。萧定权冷冷地在高位上坐下，睥睨着萧武，完全没有给太子行礼的意思。我知道近年来萧定权在朝堂上说一不二，连陛下他都不在意，更何况是一个仅仅15岁的太子，太子这是要做什么？萧武将我拽到身后，抬头坚定地对上萧定权冰冷的眼神，太后千金之尊，若是为了和平将我大齐太后送去和亲，怕是要被天下人耻笑。萧定权随意地捏着茶盏在手中把玩，只要两国和平，本王倒是不在意什么名声。萧武轻笑道，昭王叔若是为了和平，法子多的是，何须一国太后屈尊，本宫愿自负永国，促成两国议和。我心中大惊，急切地扯了扯萧武的袖子，这怎么行？萧武转过头冲我眨眨眼睛，示意我安心。萧定权抬起眼皮看了一眼萧武，眼神有些晦暗不明，良久吐出几个字，自然可以。我不同意，我从萧武的身后走出来，直直地看向萧定权，再一次强调，哀家不同意，哀家要同太子一起去永国，为两国议和。我很少用这样的自称，但如今情势，我的身份无用，但也是我唯一的用处。萧武脸色一沉，阿英，你不要胡闹，永国，放肆！我冷声打断他的话，语气坚定，萧武，哀家是你的长辈，使团上下由我做主，和亲与否也由哀家说了算。萧定权没说话，只是眸色深深地看着我，仿佛在透过我看着另一个人，最终点了头。我猜他应该会答应的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我和姑姑相似的容貌。使团就这样浩浩荡荡地出发了，萧武骑马走在最前头，沉着一张冷脸，不愿同我讲话。他总是和小时候一样，脾气倔强，别扭得很。
记得几年前的七夕，我抢了他身上的荷包，后来又不小心丢进了池塘，他气得一个月没理我，就是那样的坏脾气。也亏得他遇见我这么一个善解人意的皇祖母。几日后，驿馆整修，我找遍整个使团都不见萧吴的踪影，最后在湖边找到了他。少年玉冠束发，坐在湖边的石头上，正在扔小石子，微风轻轻吹动他的发丝，湖水泛着一圈圈涟漪。我走近，故作吓唬的要推他一把，结果他好像早就听到了，一个躲闪，我便扑了个空，一头向水里栽去。啊！就在离水面不到一尺的时候，身后的衣领猛地被人揪住，将我提了起来。我长呼一口气，我就知道他就是故意捉弄我，也知道他不会真的看我摔下去。不愧是我的好孙儿，我拍了拍手上的水，故作轻松的笑道。萧吴看了一眼笑得没心没肺的我，垂下眼睛，阿英，你知道我在气什么？我将手上的水在萧吴的衣服上抹干净，在他身边坐下。天上的星子闪烁，每一颗都仿佛照亮了地上的路。阿吴，天上的星星照着天上的路，而地上的人也能走好地上的路。我生下来便注定了结局，享受着常人没有的荣华富贵，天下最尊贵的女子。我姑姑说，上位者的享乐亦是责任。我不怪你的父皇母后了，因为这是命。但是，阿吴，有些事需要我自己来担着，而不是一直被你们护在身后，扛不住风浪。我说完，从他的掌心扒拉开一颗石子，然后用力抛了出去。远远的，湖面扑通一声，接着便是涟漪不断。萧吴抬起头看着我，大约是从来没有见过我这样沉稳，眼里露出些许吃惊。我牵住他的手，他整个人呆在了原地。相信我，阿吴。九，使团在第九日到达了永国皇都，正赶上他们的老皇帝头风发作，下不了床。我不知道这是故意下马威，还是真的头风发作。总之，永国派了七皇子来迎接。之前的及笄礼上，我曾见过这个人，长得一脸精明，高大强壮。他盯着我，来时路上，听说这位七皇子是永国最强有力的皇位竞争者，老皇帝时常头风发作，朝政几乎都是他一手做主。更有一件荒谬的事，就是永国的习俗，先帝的妻妾将由新任皇帝承袭，所以那天宴会，这个七皇子才会用那样直勾勾的目光盯着我看。原来是这样，如今见了他，我的不适感从心底滋生，强压下去，在他面前摆出一副端庄持礼的一国太后形象。萧吴在我身侧搀扶着，气宇轩昂，齐朝太子竟然也来了，只是我永国没有公主给太子，如今礼物送到，太子也可回去了。七皇子言辞粗鄙，坐在高位之上，语气傲慢。萧吴冷笑了一声，我大齐并无和亲打算，七皇子怕是会错了意。那七皇子挑眉，眼睛一眯，啊，莫不是齐朝太后已并非处子之身，脏了身子，自觉不配入我永国和亲。他这话一出，殿上的气氛几乎瞬间冷了下来，奏乐声戛然而止，我的指甲紧紧扣进肉里，面上一切如常。你放肆！萧吴的脸色也瞬间阴冷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眼看他就要上前去回怼，我一把拉住他。那七皇子明摆着就是故意挑衅，两国实力相当，他无非就是想利用齐朝主和而永国主战的心态罢了。我抬起头轻笑出声，七皇子，哀家美貌天下皆知，一些宵小杂种觊觎也是常有的，哀家自是不会在意，但若是今日这些话传了出去，你说天下人会怎么看？两国如今议和，并不是我大齐怯懦，是百姓祈求，民心所顺。七皇子的脸色忽然变得有些沉，他看着我多了些打量的姿态。我继续道，民心所向七皇子不会不知道，不妨好好斟酌言语，那我们便能接着好好谈。说着我举起酒杯向他微笑示意，七皇子深思片刻，最终也举起了酒杯。太后娘娘，太子殿下，请。我的手心出了许多冷汗，心底都在发抖，但在敌国境内，我只能从头到尾强装着镇定。萧吴看出了我的不安，等宴席结束回到驿馆，他立刻遣走了所有的下人，看守的都是自己人。我脑袋里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断了，紧紧地抱住萧吴，哭得泣不成声，又不敢放出太大的声音，怕被人听到。那样的羞辱，那样的时局，那样居心叵测的敌国人，我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镇定自若的说出那番话。明明心中怕得要死，明明。萧吴拍了拍我的脑袋，轻笑道，换做以前，你早就哇大哭了，就跟我抢你糖葫芦那次一样。这次我没有跟他互怼，只是静静地被他抱着，感受着最后的安心。我是害怕，但我不想拖累阿吴，拖累大齐。永国的人并非善茬，阿吴是太子，是未来的齐朝皇帝，也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。这样想着，我的心里暗暗下定了主意。当天夜里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大事，永国皇帝驾崩，齐朝在永国也是有探子的，所以尽管皇宫消息严锁，我们还是第一时间知道了。事情发生的太突然，我只得叫了萧吴前来商议，他眉头紧锁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将茶递过去，安慰道，别担心，先喝口茶，虽然事情突然，但对我们来说也许并不是坏事。我的话说的有些违心，如今永国混乱，敌国使团在这里是最不安全的。萧吴看了我一眼，静静接过茶，一口喝尽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却发现萧吴静静地望着我，烛火忽明忽暗，照在他那双琥珀眸子上，显得格外透亮。阿英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他这句话说的莫名其妙，我忽的一愣，发现他的神志清醒，下意识地去看茶杯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肩后忽然被人用力打了一下，接着便是两眼一黑，晕倒在了谁的怀抱中。再醒来时，我已经在一个大箱子中，外面是仓促混乱的脚步声。我想拍打箱子，但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来。阿英，你要好好保重。昭王叔已经接到我的消息，在边关等候。阿英，他顿了一下，却止住了话头。此时我醒过神来，直到他是要把我送走，心底急得不行，拼命地去推箱子，所幸
箱子有缝隙能让我看清外面。我看到萧吴翻身上了马，重重地抽动了一下缰绳，便头也不回地向前去。而我在箱子里借着那条细小的缝隙，看着马蹄扬起的滚滚尘烟，我立刻嘶哑着声音喊道：萧吴，你要早些回来。模模糊糊中，我看到他回过头看着我笑了笑，然后说了声好。他的身影映着一点点落下的夕阳，化作一个小黑点，最后渐渐消失，好像消散的云雾一般。这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这一别竟是许多年。十，我终究还是回到了齐朝。回宫不久，我便被关在了慈康宫，美其名曰太后病重，需要静养。我并没有质问皇帝和皇后，虽然回来一路上都在想象，见到他们会多么愤怒，又会如何质问，问他们为何要送我去死。可是真的见到了，我也是只是垂下眼睛，沉默无言。既然清楚，问了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萧定权护送我回来，一路上都在盯着我的眼睛看，时而充满希望，时而又变得落寞冰冷。他问我姑姑的事，也问我为什么会叫他定儿，我一概不答。姑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的去向，他有他的天地，我便会好好守着。我的无声抵抗大约是惹恼了萧定权，他好几次都想掐死我，眼神跟一条毒蛇没有两样，但终究没有下去手。永国和大齐最终归于和平，却不是因为谈判，而是因为大齐太子在永国做了质子。红莲打探消息回来，我的心几乎掉入冰窖，指甲将手指扣出血来。我忽然想起阿吴临走时的那声阿英，他将未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。我喊着要他早些回来，他也只说了一声好。原来他早就知道，大约从他不顾君命追出都城的那一天，他就已经想好了。我只恨自己蠢，若是姑姑在，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从前我是宫里最天真烂漫的太后，似乎在整个皇宫都可以横着走，总想着今日吃什么，明日如何跟阿吴作对，以及和小宫女们一块采花纸捉迷藏。如今才明白，我只不过被身边人护着，遮住了双眼。萧定权经常来慈康宫，没人敢拦。如今他从边关回来，朝堂上几乎是为他独尊，皇帝成了摆设。这些年人人都知齐朝摄政王萧定权，而不知天子，所有违背他的人第二天便会横尸街头。听说上个月吏部尚书的女眷在宴会上议论说，摄政王出身低贱，母亲不过是个花船歌女，被先帝意外宠幸，他母亲生下他就被赐死了，一生无名无分。当天夜里，吏部尚书家里所有的女眷，包括做杂役的老妈子，全都被杀了。传言是家里遭了匪，但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，竟然会虔诚地跪在我的脚下，将头伏在我的膝盖上，轻轻诉说：师父，您说过以后想云游各国，快意江湖，如今四国和平，您可以安稳地去实现愿望了。第二做到了，您高兴吗？萧定权杀人如麻，他不择手段地促使各国和平，却是人命为草芥。这看起来很矛盾，但我知道他要的只是一个结果，过程他并不在意。他的声音温柔似水，我僵着身子最终嗯了一声。以前反抗过，反而险些被他掐死。去年除夕，我意外收到了来自安国的信，夹在安国送于齐朝太后的礼物中，他笔迹依旧，信中也说一切安好。我握着红莲的手开心的笑。就是这个时候，萧定权出现了，他犹如一个鬼魅般出现，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，紧紧捏着我的下巴。我只听见一声清脆的响动，下巴已经痛得麻木了。不要再露出这种傻笑，不像他。黑暗中他冷冷的警告。次日，红莲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在慈康宫。他意志中心，我被困在慈康宫，他便一心替我打探阿吴的消息，给我灰暗的生活添着不多的光亮。自此的十一年里，我没再笑过一次。我开始学着姑姑的样子，冷静沉着的待人待事，并且在萧定权又一次来犯病时，抬手点了点他的额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语气不容置疑：我要学医。他几乎正在原地痴痴的望着我的眼睛，眼底泛红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找了大齐最好的女医，日日来慈康宫教我。姑姑曾说要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成为厉害的人。我想我找到了，萧定权再来犯病，我就拿那个法子对付他。用命令的态度，眼神清冷，他就像一只可怜兮兮的狗，在我脚下摇尾乞怜，叙述往事。我不知道他对姑姑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，只能说他可怜又可恨。十一，齐元二十五年，我二十五岁。这一年，太子萧吴回国。时隔十一年，我终于重新见到了萧吴。他站在慈康宫外的梨花树下，披了一件白狐大氅，玉冠束发。一阵风吹过，梨花洋洋洒洒的落下。他转过身，轻轻的笑了笑。他的身姿挺拔，风神俊朗，眉眼清亮，与我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别无二致，只是多了些岁月沧桑的沉稳气质。阿英，他笑着从身后拿了一串糖葫芦递到我眼前。这些年我始终孤身一人，纵使一直坐着这太后的宝座，但如同牢笼。哪怕病重时萧定权将我爹放进宫看我，那个我至亲的爹也只说让我忍忍，摄政王位高权重，他若肯垂帘，可保宅家全族荣光。如今他看中你是你的福气，而阿吴因为我去敌国为之十一年，如今回来却始终念着少时答应我的糖葫芦。我一下子红了眼睛，多年来的情绪从心底爆发，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。他拍着我的脑袋淡淡笑道：好了，我回来了。萧定权做了十一年的摄政王，皇帝驾空，如今太子回来了，自然也有不少耿直的老臣拥护正统。我小心翼翼藏在帘子后面，看他气定神闲地处理政务，与大臣们谈论国事时总是一针见血。他归来后一直是一副忧国忧民、礼贤下士的姿态，打消了不少朝臣的猜疑。私下里他挑灯到深夜，也会用雷霆手段威逼利诱。他变了很多，我每每看到总是很心疼。而萧定权这些年的嚣张狂妄，也有许多人不满。我
我想时候大约是到了，我主动去派人找了萧定权，只给了一张纸条，写着定儿来见我。我的字是姑姑手把手教的，与他几乎一模一样。萧定权果然来了，我穿着一身青蓝色的裙子，端正地坐在椅子上。他几乎是眼前一亮，脱口而出：“师傅。”我没有说好，看了一眼香炉中清幽的烟雾，然后对着他招了招手。我的寝殿内已经许久没有点过香了，如今这个叫人闻着安心。萧定权像平时一样走过来，靠着我的膝盖，闭上眼睛。这时我第一次主动叫他来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。师傅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我的。他的声音渐渐淡去，随即整个人沉沉睡去。而我拿出藏在袖中的银针，找准穴位扎了下去。腿边的人闷哼一声，吐了一口血出来，是黑色的。他背对着我，始终将头伏在我的膝盖上。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。他忽然有气无力地开口道，我心中一惊，他居然是醒着的。萧定权没再说话，身子渐渐沉了下去。我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。这些年学习药理，每次萧定权将我当作姑姑时，我都会点香。那是慢性毒药，积年成疾，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差。我今日刺了穴位，毒素迅速蔓延。看来他知道，只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梦里，糊里糊涂不愿醒来罢了。十二，摄政王暴毙，紧接着皇帝病重，太子监国。不到半年，皇帝便驾崩，萧吴继位，成为了新一任的齐朝皇帝，而我成了太皇太后，李清瑶变成了太后。他来找过我，一脸愧疚地向我解释当年多么不得已，但最终的目的也不过是想求我远离萧吴，只是一切都不重要了。我向萧吴请求传我假死，自行出宫。他呆在原地，伸手想拉我，我静静往后退了两步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他也清楚，我是齐朝的太皇太后，而他是皇帝，身份永远都更改不了，永远。姑姑曾说，这世间最重要的并非只有情爱二字，还有更加值得去做的事。我既然精通医术，何不像姑姑一样游走天下？我喜欢阿吴，很喜欢很喜欢，但我们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你明白吗？萧吴怔怔地看着我，眼神中似乎惊叹于我的变化，混杂着许多不同的情绪。最终他说，好，阿吴少时的梦想是成立四国盟，致力于维护天下公正，约束四国，让大家不再有敌对之分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少有所养，老有所依。这个想法大胆，但我一直坚信他能做到。新政一年，太皇太后末，而我更名陆英，背着药箱开始游走乡村，抛去了富丽堂皇的城镇，而选择了在各个贫穷村落游行，为穷苦人家看病。见到许多人家的女子被卖被打，女子的生存艰难，穷人家的女儿更难，似乎生来就是在苦难中挣扎。我想，医者不仅要医身，更要医心。我开始在治病救人之余，为那些穷苦女子讲理。他们很少有识字的，我讲着便会有人憨笑，陆姑娘啥是自食其力，一群人嗤笑。我毫不生气，耐心地解释道，就是说女子立誓可以念书，可以从商，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，依靠自己而活。他们不懂，我也不恼。四年后游走到一个叫清水镇的地方时，发现这里竟然在开办女学，听说讲书的女先生姓陆。我好奇地去看那一袭白衣气质清冷的女子，可不就是师父？她捧着书正在为一群小姑娘讲文，就如当年教我一样。我并未打扰她，只是默默去了下一个目的地，继续做自己的事。我很高兴自己有一天真的像师父一样厉害了。又过了几年，四国盟建立，贸易往来，政策交流，甚至还有各国抽出的精锐军士组成护卫队，在各国驻扎巡视，保一方百姓安定。百姓们都歌颂大齐皇帝英明神武，我隔着万千山水遥遥相望，心底抑制不住的喜悦。真好，阿吴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我背起行囊，朝着下一个村落逐步前行。全文完。